这一球打得蛮结实的，但看看落点，左外手过去，哎呀，球又掉出来。哇，左外手伊东孝已经好像接到了，但这个球呢又从手套里呢又掉了出来。哇，这一个就差很多了。这棒呢又带有两分的打点。现在比数变成了7-0。哇，这个球其实对吉利商务还蛮可惜的，眼见是一个 nice catch， 我们看到过来，哇，其实弹出来了，对，